我很害怕，兄弟。我很安全。在岩料场这里。那野区我很安全。这地方只有我一个人。这三个人情况。快救一个了，需要帮忙。有帮忙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来来来来。对面大山。对面大山，救人了。真波波吗？ 真波波假波波，你干嘛磕头的？他在说他为什么啊？好了，这下可以看我们的视角了。别，我很想。 是你啊，是我。啊，在箱子后面。 三十几好像，我真服了，我都不知道我在那个楼梯给我打了多少个包了。哎，我操，这什么？ 谁是炸手？